我是建中校的办委员，现在园的立法委员。你这样子去医师家的水管，部长一层有三项，连高中你都不放过。请陈大学不放过，高中不放过。哎，请问尊下，部长建中你高中你这样欺负桃园，欺负建中，你这样呢？前面平面，部长不可以这样子啊！我想看到建中以及我们高中的部长。前面平面蹲下。